团长，嗯，你上个月带你去泰国玩？对啊，我们带了300多个人去啊，这样不就花很多钱？1000多万。1000多万。那你会心痛吗？不会啊，对代理好不是应该的。我们很认真，我们就认真对人家好。这一整年那么努力替自己打拼，替公司也打拼啊，跟公司有赚钱啊，有努力的人一起来享受这样子一个成果。最厉害一个代理带1家9口哦，他爸妈欢喜噶，他说这辈子都没有一起全家旅游，因为那个花费很高啊。那我们这次去泰国，我们都是好吃好喝好玩，很感恩公司，但是我也很感恩他们。其实我觉得人是要互相感恩，互相感谢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螺丝钉，没有大家没有公司，我也是一个螺丝钉。那公司赚钱，我也赚钱，那我也要对代理好。我觉得这个初衷不能变。办很多活动，我都希望你能够带着家人一起来，让家人一同感受这份荣耀。父母亲或长辈也认同你现在做的事。那老板是谁？那老板的家人是什么样子？然后来更认识这个企业，我觉得这个很好。那包括像我们5月4号有个感恩餐会，带最想感谢的长辈，因为要有感恩的心，感谢父母亲或长辈帮我带大。团长今年还没有出国的计划，明年预计也是有海边的地方。哦，那我们可以跟吗？可以，我要请特休。